料子今天我必须拿走。朋友干嘛？朋友在那干嘛？小孩？刀哥啊，给你看个东西。啊，原始啊，苍蝇。这谁的？我的。你从哪里来的？我收的。你现在都敢收料子了？这不发了工资吗？然后天天跟着你记录日常嘛。嗯。看到这个料子，我觉得挺好的，我就收了。嗯，多少钱收的？千数啊，是不是捡漏了？小钱啊，大钱，大钱啊，嗯，大钱还捡什么漏？8000块钱呢，这不好吗？你看，又是冰种的，然后这么大的窗，还有底色。我跟你讲啊，首先呢，这个料子它不是冰种。第二，这不冰吗？打灯不冰冰透透的吗？那打灯，看见没有？它灯是往两边散的，不吸光这个位置，看到没有？而且你这样去看自然光啊，它底子发黑啊。这不是蓝底吗？不，它是底子发黑，所以你打灯啊，它是底子跟它的雾层这样结合起来，那这样打灯去看，所以是这样的底色。我看着挺漂亮的呀，这做货不是应该也挺好看的吗？这个做货，这个种很差啊，而且这个种很软。这个料子它这边来，你看，这边它是个断口，而且这边断口处这个位置你注意看啊，来，看没？它很嫩空啊，这个位置，看没有？我没注意这，你不要想着几千块钱，不管是你大千也好小千也好，你不要想着几千块钱买这么大还有手镯位的冰种，还是蓝底的，知道吗？那这怎么办？这 我找他退了吧。有你等一下，我跟你讲啊，在我们这个圈子玩翡翠啊，像你这种情况啊，就只能自己认了，知道吗？因为玩翡翠的话，我们都讲究的是钱货两清，而且你去找他退，他也不会退给你。先不说你能不能找到他，他肯定是不会退给你的，知道吗？因为你自己看了货的，又给了钱，那相当于就是买卖成了，成了哪有退的道理？那只能认，自己认，自己打眼了。那我这个怎么办？这个等一下去加工厂配个底座，知道吗？然后每天放在自己前面，好好对着他面壁思过啊。哎呀，我这，哎，这不是看着还可以？你不，等一下，我接个电话。哎，喂。我觉得还可以啊。哎，到了是吧？料子到了是吧？好的，那我先过来。我过来差不多一两个小时吧。嗯，好，嗯。我要去吗？走吧，我带你去看一下料子，好吧？你现在什么意思？我开这么远的车，开了一两个小时，你现在说不卖就不卖了？我的料子，我不想卖就我不卖呗，是不是？不卖，你要让你女朋友说清楚，我定金都打了。香香，我不想卖了，好，那个定金我还给你，还有给你几千块钱，我给你钱。不，事情不是这样的，你不能说我定金给了你不卖了，然后给我点钱就算了，我是为了那点钱吗？啊，做生意我跟你讲要讲诚信，小安。现在我不想买，现在我退给你定金嘛，好不好？还再给你几千块钱，好不好？我不要你钱，我要的不是钱，知道吧？我要的是这个规矩，知道吧？我不想卖了，不想卖不行的。我跟你讲，今天这料子我要定了，啊，谁来都不行。我说了嘛，我退给你钱，你的定金，还有补给你几千块钱，对了吧？小安，去年你就这样跟我玩过一次，今年你又跟我玩这个，这料子我付了定金，你把料子不给我，现在，等一下，我不跟你在这里说，我给你女朋友打电话。打电话也没有用，不是。喂，我现在到我们约的这个地方了，但你男朋友现在说不卖了，是什么意思呢？那你快点啊，我等你。嗯。哎，你在那干嘛？没有没有。不，你在那干嘛，小安？我卖嘿。啊？这料子是谁的？我的。他的料子，我把钱定金给了他，你抢料子干嘛？他的料子，我的料子，我不卖，定金还给他。
认赔了。八五没有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现在不是退定金的事情啊，知道吗？我问一下你，你为什么不卖了嘛？我们这里面比他们累。我拿了钱。那直播这里也只给了高价，直播间给了高价。对，你先不要激动啊，这料子是你的，这个是我的料子，是你的料子，然后直播间给你出了高价，是这意思吧？对，我跟你讲，现在直播间什么情况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别人直播间卖了的料子跟你讲没卖，没卖的跟你讲卖了，是它价格高于市场的价格。但是你能拿到钱吗？他会现在给你钱吗？啊，给就不给了，等你等要过过，要等客户收到货是吧？对嘛。那到时候你料子有什么损坏，直播间没给你钱，那你又怎么办呢？啊？他们会给我的。我不管你们是怎么打交道的啊，反正这个料子我给你女朋友定金了，我们也谈好了，料子今天我必须拿走，知道吗？你可以问一下你女朋友啊，钱已经收了。啊，不是你 BB 要飞来喽。不是的，我没有钱，我用我钱用了，知道吧？去年跟我玩了一次，你今年还玩这种，你是不是缺钱了啊？你实话实说，小安，你好歹也算个富二代啊，你是不是缺钱了？我也知道最近瑞丽大家都不容易，你缺钱了也要诚信做生意，我们合作多少次了，对不对？你不能说出尔反尔做生意，对吧？别说这个料子是你女朋友的，就算这个料子是你的，你也不能这样干。不要暴露一点，还得要小心一点，对不对？人家不是有 BB， 事情都谈好了的东西，哪有说变就变的？啊，好吧，以后我跟你讲，缺钱或者有什么困难，你可以说，但你不要出尔反尔，知道吧？先不说你能不能赚到钱，能赚到钱你断送了一门生意，对不对？我卖了。好吧，要不要？那这尾款怎么办？尾款怎么给？大哥，你等一下，我先去你说一下他，我等一下回来拿。可以吗？那你们快点，然后我在这里等你，好吧？嗯，好。那行，料子已经拿下来了啊，那等回去了之后呢，给大家再好好看一下。那我在这里等一下他，要给他们钱。那今天呢就先记录到这里，有喜欢刀哥的或者说想了解更多翡翠专业知识的，点赞关注加留言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